不想下界之后，错偷了猪胎，变成了这副模样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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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子，你好大的手劲儿，你，哎呦！天蓬元帅，你看看我是谁？啊！啊！ 你回来，你回来，娘子！天蓬元帅，你强娶民女，敖孙岂能容你？天蓬元帅。 哪儿走？李马文，你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！你，哟，给我来。 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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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别打了，别打了你。我你哎，去告老庄不去了？不去了，不去，不去了。火烧吴平，快快烧了洞府，别出去玩。不行不行，菩萨当年指点我，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。天蓬啊天蓬，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。啊，是真的？当然真的。你可别哄我。谁哄你？走吧。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。是啊，哎，在哪儿呢？哎，这不是来了？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啊，到了！高徒好本事啊！多谢师父。阿弥陀佛。呆子，啊，还不去见过师父？切，嗯，拜见师父。悟空。他为何拜我？啊，师父，他跟弟子一样，受观音菩萨教诲，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。哦，多谢观音菩萨。悟空，嗯，快给他松绑。嗯，快解，快解开呀！师父都让解呢。送你一个别名。叫八戒如何？谢过师父。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。阿弥陀佛。多谢二位师父，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。老施主，我们行脚僧不受金银财帛。也好也好也好，高才，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，今后有妖精多照应我两个。老丈人，你瞧啊，昨天我的衣服都让师兄给撕破了，你给我换一身吧。啊，去，这倒是昨天背媳妇儿将树枝给刮破的。过来过来。啊，丈母娘，什么事啊？念你也曾有恩于我们高家，这些个衣服拿去穿吧。哦，好，那好。干什么？丈母娘，你好生看待小姐。老主此去，取经不成，我还回来的。呆子，别胡说。来。哎，八戒，挑担子啊！怎么叫我挑担子？老施主，请留步。师父一路多多保重吧。多谢恩人，多谢恩人呐。丈母娘，好生看待小姐，我老猪还要回来的。